第五十七届电视金钟奖综艺节目奖得奖的是，恭喜大嘻哈时代！哇，恭喜！哇，小庆姐，恭喜！百万奖金节目的诱因吸引来年轻的饶舌选手，节目包装选手的内容写实感人，不管是赛制设计、导师的分量以及整体演出制作水平，创造出台湾嘻哈音乐性节目的新舞台，恭喜大嘻哈时代！感谢所有还在为内容制作努力的人们以及你们的家人，这个奖是属于你们的。感谢文化部、三立电视还有 MTV， 感谢所有支持好看娱乐的伙伴们，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创造很多不可思议的时刻。最后要谢谢好看娱乐的每一个人，我很高兴跟你们共事。对，我们是好看娱乐，好看娱乐只想好看。好了，谢谢。刚刚好，谢谢汤哥，因为汤哥其实跟着我一路上已经十几年了，然后他包容我的任性，然后让我可以如愿做到台湾第一档嘻哈节目，然后非常谢谢文化部的支持，也谢谢三立电视台 NTV， 更要谢谢就是我身后这一群可爱，然后今天又有露乳的露乳，然后有 Saddle 的 Saddle 的团队们，因为他们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可以上台，然后真的很希望可以跟他们的家人一起分享这个荣耀，然后很谢谢我的四位导师以及主持人，谢谢校长，如果没有他的一路的帮忙，一路的提携，不会有大嘻哈这个节目，也很谢谢汤哥、珍妮姐，其实他们两位才是这个节目真正的推手，然后谢谢主持人，谢谢所有第一届的66位选手，这个舞台是为你们准备的，然后也谢谢你们成就了这个节目，谢谢大嘻哈时代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